小女名武正，字如懿。这深宫侯廷就是一个舞台，台上台下皆是戏，没有人能置身事外。你可知道，你犯了死罪？这后宫便是世事无常的所在。还我个面子！媚娘，我想让她死。 你一定要变成皇宫里面最坏的女人，才能好好的保护你自己。皇后的宝座，侄奴的专宠，我都要把它夺过来。 莫问前程凶吉，但求。